depends on you. Where have the times gone, baby, it's over. Where are the plans we made for two? Yeah, I know it's hard to remember the people we used to be. Hello, 大家晚上好。It's even harder to picture that you're not here next to me. You say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but 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that time that you wasted, all of our bridges burn now. I've wasted my night. You turned out the lights. Now I'm paralyzed, still stuck in that time. 让我看看微信啊。OK。你们知道吗？今天徐寒在楼上看公演。今天喊扣里面有一声就是徐寒喊的。谢谢 Jackie 放送的爱心气球，谢谢谢谢。到了，谢谢风雨不变喜欢着你送的桃花风。非常的满意，对。昨天我看到，我昨天因为我昨天不是跟乌龟两个人去逛街嘛，然后呢我就第一首先是买了那个，然后后来在那个货架上在翻自己的衣服，然后就翻到这件，我说天啊这件好好看，感觉上面就是刻了伤心的名字。然后我就直接就试上了。我跟你说，其实我很少，就是真的我是真的是喜欢的话我就是会去试，如果我觉得一般般的话我是不会去试这件衣服的。然后呢我就套上了，我觉得哦真不错，就很适合。对，然后我想说今天既然都穿了这个衣服，那就试一下就是戴顶帽子这样。对对对，手吗？今天出门的时候因为太着急了忘记贴创可贴了，然后今天就叫了那个叮当快药。对，然后买了那个这个碘伏，还有这个创可贴。对，绿色那个是，谢谢阿慧送的夜蝶，谢谢。绿色那个是个帽子，对对，这个棉棒非常的好用，确实。你别说了，我今天我上一次其实跳完打牌的时候，我的左脚肌肉上面就有点别着了，然后今天跳完之后就是说一整个蹲下去起来非常的痛，我感觉我现在承受了尾椎骨的疼痛，还有这个脚上面的疼痛。后来我立马下去找膏药贴了一下。对，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后来终点即将抵达，沿途浪漫的时候我直接就不蹲下去了，我不想再蹲不下去了，就是人生已经到达尽头了。我这期的 vlog 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大家快去看一看吧。我没有做搞笑女，但是我的 vlog 就是滑雪的时候真的很搞笑，看了是吧？最主要我的教练也很搞笑，因为我跟那个我的教练说，我说教练我要记录生活，然后教练说我说好吧那给你记录一下吧，然后就这样记录一下。他打竖，我说教练我记录生活的方式是打横。教练打广告，教练没有打广告啊，那个教练不是雪场的教练，我请的教练是外面的教练，然后把就是对不是雪场的教练，我一般就是现在滑雪我都不敢请雪场的教练。对啊，真的吗？没有啊，对，因为其实雪场的教练他教的没有特别好，然后我看小红书上面他们说，就是说如果你滑雪的话最好就是请
外面的教练，对，就是请外面的教练会比较好一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会请外面的教练。看吗？我今天很好笑，就是今天我想说试一下我那个，我之前不是就有说了，我很想用一下我的那个麦克风来试一下那种音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然后今天就想说试一下。其实有时候就是他，我真的唱得很大声，但是他收不进去，因为那个麦克风我拿上来它就掉下去，我拿上来，我这两天就是明天之后调一调，对对对，调一调，那个粘不了了，因为那个是这种出来的那种麦克风，但是那个收声比正常的麦克风收声会好很多。对，就是你们其实能听得出来，我用那个麦克风，它收声真的收得很好。果然，贵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贵的东西是有它的道理。确实，都是钱。你看看人家韩国的 idol 打歌的舞台，都是这种麦克风，它贵的就是真的有贵的道理。真的开麦吗？我其实唱歌一直都会唱出来，就算以前没有完全开的时候，我都会完全唱出来，就算有时候麦克风它没有收到声音，我都会唱出来，因为我一直都会唱。从以前很早开始的时候，青春派对公演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唱很大声的。对，就是我一直都有这样子去要求。对，虽然说可能唱歌不好吧，但是在气息的运用上我还是可以的，就是跳舞唱歌我的声音是一直在的，就是不会说很不稳的呢，就一直很就是抖的感觉是很少的。以前那个荣耀日的时候，就是经常唱跳的那个。对，是的是的，从七点四，7月4，7点4，哦，圣诞，哦，去年圣诞，对啊，去年圣诞的时候唱了那个，那几首连跳的时候，啊，这个不是梁，这是常温的。其实我当时回看回放啊，我唱那个《夏日悸动》，因为那首歌对于我来说很高，我一直都唱不上去，就是没有唱得很上去。我当时《夏日悸动》，我回看的时候，我顶上去了，我都有点震惊了。就是听的时候是这样。跟着一起可以。我昨天跟雪涵逛画眉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样，就是那个 Bobby Brown 的那个叫什么橘子霜，他们说很好用，我打算买瓶小的试一下。谢谢周一西西西送的热爱心气球，都说成了热心气球。对对对，圣诞唱的还没有用，今天忘记了。对，忘记了。对，小样买画眉就是买小样的一个地方，就今天就买了试一下好不好用。好，今天造型好看，突然觉得我这件衣服买的非常的值。而且你知道这件外套才多少钱吗？算了，不打广告了。这件外套真的很，就是在我买了这么多外套里面，它相对来说真的算是挺划算的，我觉得还真的很划算了，就他们家的东西都挺划算的。对，200多。当然
我跟你说，大家，我买东西一直都是那种便宜实惠并且好用好看也好穿的，这就是我的自信。上千，那不可能，家人们。啊，这个外套一点都不暖，只能这么跟你们说。对，这件外套比较适合初春的时候，就是你初春，就是大概在温度17-18度的那种时候，你可以穿它。对。但是最主要，今天冷不冷？其实还好，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进剧场里面了，对，就没有感受到寒冷这种东西。对，就是你不穿着它出去逛街，一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嗯，这件衣服很适合穿去那个喝芭乐碰，万一哪一天真的不小心又被人街拍到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人穿的很有品味。为了这一身穿搭，我愿意去喝一次芭乐碰，愿意去光明正大的被大家街拍一次。哇，谢谢谢谢团宠蜜送的皇冠，谢谢谢谢送的皇冠，谢谢。飞扑克牌，你们不会飞吗？我当时是专门因为打牌这首歌去学了飞牌，我想说怎么飞牌才会帅一点。对，你们不会，没关系，以后就，对，我后面把所有地板上的牌都飞了一个遍，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飞牌，把台上的牌飞到观众区给大家，左边飞飞，右边飞飞，好的，好吧。对，这种东西是有技巧的。对啊，就可以飞很远，因为有技巧啊。对，嗯，不外传，这是我的独门绝技，不外传。这个飞牌的技术我当时学了好久，我在那个剑馆里面把人家剑馆里面的牌，就是把整个剑馆都乱飞。就是我当时练习的时候，这样看感觉今天皮肤好像还不错。果然呢，我跟你说，就算我今天早上天亮的时候才睡，我也是闭着眼睛涂上了我的护肤品。谢谢陈大送的桃花风铃，谢谢。就是说，无论几点睡，我都要把我的护肤品坚持的涂完，我才去沉睡。对，熬最贵的夜，敷最贵的皮。我昨天晚上睡觉前还用了熬夜霜，就是那个蓝色这么一小瓶那个熬夜霜，就是真的熬夜的时候才涂的。你们不知道吗？今天发微博吗？嗯，看一看吧。对。感觉接下来其实我蛮多图可以发，今天休息一天吧，怎么样？改天。也给大家休息一天，真的大家其实也很不容易。对，辛苦了辛苦了。我觉得我发微博的频率有点太高了，大家就很辛苦，特别不容易，辛苦你们了。对。
我基本要保准自己一个月有20条微博，这样子年底的微博奖才是我的。每天都在为年底的 KPI 而努力当中。在努力了，在努力了。我应该播到11:30。谢谢阿巴巴的小恐龙送的夜蝶，谢谢谢谢阿巴巴的小恐龙。怎么样，我今天永不失联的爱唱的怎么样？还好吗？但其实今天就是没有嗓子，没有完全开，就是没有在一个很放，前面会有点紧，还有尾音有点跑调。我现在对自己唱歌要求真的很严格，所以我每次唱歌的时候都可以把自己搞死，真的。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其实还无法释怀？我现在都是用自己唱，不会用嗓子唱。我真的很，我这首歌上次唱，我唱，反正我最近我录这种歌，我都可能把自己录 emo 了。对，我上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唱得很 emo， 整个人就是那种酸涩那种。对。我现在唱歌都这样子的，就是我唱这首歌之前，我首先我要学会读这个歌词，就是把它用感情的读出来，然后你用感情的读完这个之后呢，你再去唱这个。对，我听了天天的那个录音师给我发的那个歌了，然后其实我还是不太满意，说实话。那我那天真的录了很久了，这首歌，再去录吗？看吧，接下来也要准备一些别的东西了。可以一直重复录，但是也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就算你的呼吸来自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你爱。怎么喜欢玩的东西都那么烧钱呢？这
所以我更要努力做个富婆，才能匹配得上我这种烧钱的东西。好会挑东西，绝了！谢谢冰拿铁送的爱心气球，谢谢。我2019年就要开始说做个富婆，做到现在都没做成。谢谢迷茫茫，名字长一点送的权杖，谢谢。我今年再努力一下，家人们，好难。我可以给你们听一下我天天的副歌，你等我，我把歌转过去一下，真的。好了，家人们。啊！等一下。谢谢小小的送的爱心气球，谢谢。前面其实还好，前面听着还好。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送的爱心气球，谢谢，谢谢康丁送的夜蝶，谢谢，谢谢。下周吧。啊，那我觉得到一个我想要的水平。哦，昨天他发给我，跟他说了，他今天又发给我了，然后我听完之后还是有一些问题。他可能会把我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我那天其实把那个胶卷也重新录了一遍，然后让他帮我重新的，只是我又重新录了一，就更精准了一点，对，但就
但其实说实话，天天这版本它没有就是到的就是都是消音，就是音质很损，所以就是你们听到其实就音质没有很好。对，天天这首歌只有另外一个版本才有原版的伴奏，它这个版本没有原版的伴奏。对，哦，今天晚上白沙是不是在杭州演出了？哦，我今天没有看到，今天我看7:30时间的那个表的时候，我在看，我说。还有一个小时就求谢谢。对，我买票了，我很早，他当时预售票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对啊，还是上班比较重。对，早鸟票。谢谢 SEP 送的爱心气球，谢谢。看看他接下来还要开哪里，然后我就把那个地方当作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对，他好像还有好几个地方，我觉得肯定还有机会可以看嘛。我觉得我能看一次之后能够充电，就是真的很能充电，就现在他的歌我都会唱了，就整个人就是朗朗上口，真的会唱了，已经很会唱。好喜欢这首，我觉得这首真的很好听，很励志。究竟被埋藏在哪个角落，这个世界渐渐变得微弱的脉搏，随时渴望将它复活，明明的泪如果在眼角，为什么为什么再见一次，黑暗却不美丽的煎熬，的炫耀，在远方脆弱却又璀璨的星光，突破境好啦，我关直播了，家人们，拜拜，晚安啦。